效果去了吗？先把状态调整过来啊，然后再把它读顺啊，然后我们其他几位同学 hold 住啊。对，这这是怎么回事？小春哥想帮忙。要不然小春哥你先帮我铺垫一下。啊，要可能是尊敬的各位乘客，今年是冬至节气，在北方冬至吃饺子是必不可少的。嗯，包猛，想着冬至这天，对不起啊，是冬至这天吃表个包的。当时是好好笑，因为那个，那是包保镖，请包保镖的保镖去家里面吃包保镖包的包子，反正那个就也许就是，绕口令的魔力吧。我们的新同学们还想再尝试一下吗？静哥，静哥试，静哥没有试。好，那我们请张静再试一下。啊。尊敬的各位乘客，今日是冬至节气，在北方冬至吃饺子是必不可少的。包某想在冬天这天吃表哥包的饺子，包保镖表哥想吃包保镖包的包子，于是包保镖包包子，包保镖表哥包饺子，包保镖去包保镖表哥家里吃包保镖与包保镖表哥一起包的饺子，包保镖请包保镖表哥一起吃包保镖和包表保镖表哥在包保镖家包的包子，已经非常不错了。好，我们这。